鸡来了，到处都是飞舞的虫子，尤其是小黑飞、蓟马，那么您可以用这个三天喷一次，您会发现呢，花园以后里面呢以后连蚊子都没有。Hello， 大家好，我是佛沙二花匠。夏天来了，温度升高了，有没有发现最近的虫子特别特别的多？尤其是像蓟马啊，或者小黑飞啊，这些虫子特别的烦人。虽然呢它不会叮咬我们，但是呢这样飞来飞去，尤其是啃咬我们的植物之后呢，会让我们变得非常的烦躁。有些朋友喜欢穿黄色的衣服之后呢，您就会发现呢，衣服上面经常会爬着一只只小黑色的小虫子，这个就是小黑飞了啊。养花呢，虽然这些虫子把影响不大，但是呢一定要懂得正确的杀灭方法。今天呢我就用最简单的方法去杀这个虫子。这一瓶呢是今天早上我在我家的垃圾堆隔壁捡回来的，这瓶是风油精，也可以驱风，也叫驱风油。有了它之后呢，三天喷一次，您会发现呢您的花园里面呢虫子会变得特别的少。为什么要杀这个蓟马以及小黑飞呢？您看最近我这颗红飞樱桃呢就被咬成这个样子。老实说呢，虽然它对我们的影响并不大，但是半夜三更呢会起来呢把我的植物呢咬成这个网状的形式，老实说真的非常非常的心疼。所以呢今天一定要把这个蓟马以及小黑飞通通的搞定，用它驱赶所有这只会飞的虫子。老实说我在家里养花呢，我也不喜欢用各种的杀虫剂，因为呢毕竟呢自己在这里生活，所以呢我会想尽办法呢用一些我们随手可得的安全的东西呢去杀这个虫子。这个东西呢驱风油，我们在家呢应该有小孩子的家庭呢都有，除了驱风油之外呢一些能驱蚊的药呢都可以拿来使用。当然呢使用的效果可能一般般了哈，如果你只用一两次呢，它只能保护您家的植物可能就是几天的时间，时间一久呢可能没效果。所以一般情况呢我在家呢我是每三天就会用一次，每次浇水的时候给水里面加上十滴。首先我们准备一个喷壶，然后呢就可以把这个过期的药呢去滴十滴进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多一点问题不大，像这种呢过期的最好用。然后呢就可以稍微的搅拌之后呢喷到植物上面。今天呢我主要喷的是栀子花，这个栀子花花量实在太大了，这段时间呢把它也有点抽干了，营养的损耗、水分的损耗非常的大，这些都是小事。真正的问题呢是栀子花开花之后呢会有很多黑色的小虫子爬满了整朵花朵，你看到没有，花瓣上面很多黑色的小虫子，这个虫子呢如果你不杀呢，您会发现呢特别的烦人。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用这种带有风油精的水去喷，您会发现呢每三天喷一次，栀子花上面呢所有的虫子都会迅速的消灭掉。喷完之后呢，你能明显的感觉到虫子变得急躁起来，这是正常的现象。因为呢这个油里面的那个味道呢对虫子来说并不是一个好事，除了对蓟马、小黑飞之外呢，对很多的虫子呢都有一定的驱赶作用，三天之内呢都可以形成非常好的一个保护。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养花，我觉得用这种天然环保的方法，您会发现呢比起我们用农药呢，虽然多了一点麻烦，但是呢往往感觉效果都会特别的好。最重要是既健康又环保，即使是喷到我们吃到肚子里面的番茄呢也没有问题，因为呢这个东西呢对我们来说呢基本上是无害的，但是对虫子来说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伤害。我在家里养花经常都是这样子，反正都是浇水我就给它一点，您会发现呢虫子没了，但植物呢就越长越好。所以呢养花一定要懂得正确的方法，用这种方法去杀虫子，您会发现虫子在十米范围之内三天都不敢靠近您家的小花园了。好了，今天啰嗦到这里，我是佛沙二花匠，感谢大家，拜拜。